什么东西？你怎么进我家里了？不能随便进别人的家里哦，很危险的。你知道吗？不是你的，终究不是你的，强求也没有用的，是不是？大怪，好可怕！小朋友不要随便来陌生人的家哟，很危险的，知道了吗？我以这个存档的拥有者的身份通知你，这里归我所有，不准靠近，知道吗？啊，晚霞真好看。哇，好漂亮哎。太阳落山了，我该走了。但是这里真的好漂亮啊，我想记录下来。该回家了，你想摸黑回家吗？嗯。走啦，快一点。好吧。走了，回家。感谢观看。